啊，这个就又得是平视了，咱不说，平视了啊，平视的啊，可以了，太长了，太长了吗？太长了就不像了，不是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知道是什么了，香蕉、茄子、碗、鱼、小船。来呀，来，继续画，继续画。 画粗一点，对，稍微粗一点。你这跟第一幅有什么差别？再画个那个跟它相关的那个，哎，跟它相关的。你这画的是什么就跟它相关？相关的是那个吗？对，是那个。是那个吗？就是那个。哦，是哪个呀？就是，然后呢？ 这个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在干什么？哎，回去，往哪儿去啊？什么呢？什么呀？口。啊，对了，这是啥呀？为什么画这个能看出来？嘴唇呀！白鹿回答正确。我发现，就画的越不像，你越能猜出来。好像是，脑洞很大呀。 请出题。啊啊！来来来，那是很难。侧面吧，还是这个角度？侧面，就是平视。平视不用研究角度吧？来吧，我们先画一个那个。哪一个？就是那个。<笑>就是那个，你先。 是怎么慌了呢？这个，啊，对，没错，然后再拿一个那个串，糖葫芦，棒棒糖，钥匙，不是，那这个是什么？现在画的是这个是主体，是那个，这个是那个还是那个？这个是这个的那个，哦，这个就这个就是那个，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那个，需要用是那个的那个的那个，对，那个的那个。 对，是吗？对，不是这个，这个。就当它是吧。到底是那个还是？这是后两个字儿，我们先在画第一个字儿，把那个描述它的东西画。哦，是这个。哦，懂了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啥？是差不多是这意思吗？有点意思了，来俩吧。哦。电饭煲，咖啡，茶。 热茶热汤，我都不认认识，你看出来了。你还能？再来点这样，你再画个那个。走。火锅。卡牌。哎，王王下一点，往下一点，往下一点。哎呀，不对了，这是什么？你要画什么？哎呀，不对了。啥呀？哎呀，不对了。 披萨，把你画的那个画的这个啊，对，来，你像这样，不对，然后是这样反方向，对，然后呢，然后再画两个，这不一定啊，串串，再画一个，这什么东西？我为了让他们看清楚一点，就画一点那个。 我是一个知道答案的人，都看不出来。我意思呢，画个他的，能不能听我的？画个他的出生的时候。对，出生的时候，出生的时候。出生的时候。小小的吗？哎，大概这样。然后呢，还得点一个，点一个。哦，点一个点。爆米花，鱼，烤鱼。出生之前他是这样的吗？ 不，我知道，他出生以后，他长大以后，长大以后是这个样。我告诉你，他长大以后什么样啊？这长大以后，可以。豆苗，豆豌豆苗，烤苕皮，豆腐皮，烤豆腐，接近了啊，接近了，烤豆干，不学有提示。
这样的。他说的是不是不是？我说的是不是不是，这么不是这样啊？哎这样，哎这样，我说的是不是？这分不许给。哎，这分不许给。给了你给各组都加一分。你看回放，我绝对是。就这样，不是不是。亲眼看着呢，这分不许给，不许给，有失公平。你给我一分不行吗？我就答对一题，容易吗？我们刚才你都给我们抽了一个归零了，你还咋的？咋的？行。想到这个觉得这个说服了，给一分，给一分，加一分，加一分。我证明他是这样。冰冰，你画的是什么？我想画的是这个，它是一个锅。这个是火，啊，火我能看见。火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，就是，就是它快好了的时候，你把它，放在上面滴油的那个。我太难了，笑死。